生活中，天生贵姓大名？我姓游，姓游，游大名。今年出动了多少学生来加油？六七十个。好，谢谢校长。请看这边。伟大，上一次日偏食日偏食汤轩文教他们的所出版的日偏食的照片，一流的足为这种教材。明年2012年台湾的日偏食汤轩文教的那个日偏食照片，绝对又要大受欢迎。结束了呢，这边是落后的队伍，他落后的队伍，而且已经快结束了，因为前头已经过去大概20分钟了。你有没有跟我打招呼？可以，来，哇，长青慢跑，来，带了，你先照片。录影中带了大明，大明，康轩黄博学。左边那个是燕城国中的郭校长。对，最左边白衣服的。
老师贵姓大名？姓杨。这是哪里的学生？盐城国中。几年级班？我们一二三年级都有。哦，老师负责什么工作？学务主任的工作。学务主任厉害，祝你们盐城国中事事顺利。谢谢。你们校长什么大名？柔道学校的。哎，柔道的柔。柔。好的柔。游泳的柔。哦，游。好。柔道前校长廖茂春校长去年八月一号调走了，换柔道前校长来接。他们交接没有交接典礼，很简单的仪式，柔校长的作风很朴实。来，走走走。